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，请大家跟我做伙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地主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正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869页啊，869页第五行啊，第五行由圆觉经及诸佛心行逆外，故名外道。黄念老对外道的注解，引用真多经论。非常难得，来我呢主要就是指心性，跟心性相关的是来，跟心性相违背，这就是我。为什么呢？佛法无论是对理论、方法、该行，拢以内证啊，向内无向外啊，所以佛经称为内典啊，佛学称为内学。下佛的同学未当唔知影，啊，观世音菩萨是按怎修行正觉的呢？另外回向佛甲咱讲，菩萨梵文文殊性，性行无上道。这是向内，无向外。咱的六根向外缘，但缘色、你缘声、味缘香、色缘味，拢是因外面的这个境界啊。观音菩萨亦无因外，亦因内。原来都不讲咯，原来是心性，心性是清净的，心性是平等的。因此，一切修道的人，
修佛道如是，修其他的道门嘛是安尼是。只有向来求这一生无上道，这一生真正的大道。那换一句话讲，都未和外面的境界所转啊。这个转的意思是转变啊。用现在话来讲，未受外面环境的影响。这是功夫啊，未受外面环境的干扰，在一切境界当中如如不动啊。头前我们学习如如明了事实真相，事实真相就是万法皆空，包括自性。那自性呢？确实伊也不空，不空为什么讲伊是空？自性无形象，唔是啊，物质现象。但按你比些心也未丢，唔是心理现象，但系思维想象也未丢，心也未丢，伊嘛唔是自然现象。哇，即句话讲，阿赖耶的见分也未丢。也是万法，什么拢嘛不是，不过也是万法，不是呀、啊，这三种现象，但是也是三种现象，也是物质现象，也是心理现象，也是自然现象，所以不能讲伊有。嘛，未当讲伊无，这个境界呢，华严经上讲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！啊，不思议，但那无法度想象，嘛无办法解讲清楚、讲明白。那伊存在啊，伫倒位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啥人会当证明呢？佛法确实是科学。科学精神第一项代志呢，就是提证据来啊。佛法是教你提证据的，那什么人会当证到呢？大乘啊，经教内面佛拢嘛讲八地以上，咱努力修行，修到八地，菩萨就会看到咯，就会证到咯。啊，八地以上，八地啊，顶面是九地，九地顶面是十地，十地顶面是顶格，顶格顶面是妙格，妙格就是无相咯，无顶面咯，所以啊，称为无相菩提，无相菩提是妙格，妙格即系让何止是佛啦，真正系佛咯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伊啊，证到咯。啊，安怎证到呢？伊个烦恼个
烦恼的习气啊，拢嘛甲放下咯。啊，八地菩萨，烦恼放下，确实无咯。习气还有一点啊，无做。一点啊，习气啊，就是障碍。未障碍生佛，啊，未障碍度众生，障碍伊啊回归自性。伊知影，自性伊清楚，伊也确实证着，但是啊，伊未当入去。啊，你呢？大乘教里面讲，入有两种，头前咱有讲过咯，一个是理入，一个是行入。啊，行入、理入，爱回归自性，或者是圆满确立自性，有两种。啊，一种是立，把第一上到立咯，并无完满的立啦。那亲就开悟，把第一上啊是，是解悟啊。哎，一点意识都无咯，解悟。啊，妙教故意的是。是正立、正悟，这才到究竟圆满，无是无用习气啊，完全断清气咯。这个人无住是不脱，是不脱是最高的境界啊！已经发界，那已经发界对倒位来，那现在从清楚咯。无是无明习气变现出来啊！无是无明习气那等清气，是不中央土就无咯，也是一张梦啊！那意是无为法了，法讲讲无为啊，讲六种无为。最后一种是究竟的无为，就叫真如无为。妙觉证的都是真如无为。你啊，立上就讲咯。啊，现在这是真正的大圆满，究竟圆满了。啊，立上就讲无现象。一片的光明啊！啊，相是不生不灭，永恒不断，这叫做相。即是清净即灭，也都是慧能大师开悟时阵所讲的：不计诸性，本自清净。也都是咱经台顶面讲的清净。本不生灭啦，啊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啊，啊，就是不动的，不动就是平定的，而动呢，就不平定。没有一句人生满法，人生满法是对体起用的。为什么要起作用？众生有感，佛有应啊！啊，妙觉是佛，而不是菩萨。
顶格一个是菩萨，两个唔是。圆满成佛咯，啊！佛教修行终极的目标，就是伫即地。啊，无成佛，正到顶格，也个是着爱放下。个最后一品，心上无明，最迷失无明，放下。上集公啊，现前十八土都无去咯，所以十八土嘛，包括伫个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，凡事有相，皆是浮梦。十八土有相啊，上集公无相，十八土对于十法界来讲，车啊，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六度是有为法，十法界是有为法，十不中央土是无为法，是真如变现的。十宝套里面的菩萨，黄岩经上所讲的记载为化身大师，伊若有感，如来有应啊，上一公套里面的诸佛有应啊，啊，所以伊的现象，菩萨修行。真正功德圆满，功德圆满就是彻底放下，连最后一片心相不明，那个习气嘛放下了。这个时阵啊，是不妥啊，是不妥都无去咯。上次讲现前，啊，这都是证到究竟圆满咯。究竟圆满，精神现象啊，无咯；不知现象啊，无咯。现在所讲的自然现象嘛，无咯。那三种现象都嘛不存在咯。不过，上集讲里面的诸佛啊。就是一片光明啊！众生有感，伊拢总现象；六道众生有感嘛，伊现的六道众生相。那用于什么心得到，伊就现什么心；用于什么法帮助伊拿来开悟，伊就用什么法。伊用个多多啊好，未讲用错啊。就妙的啊！有佛，那是讲到这境界了，就叫做啊毕业咯。《圆觉经》顶面讲的心行，心是起心动念。行是行为啊，这个就是言语之作啊。那言语是口，之作的是心，身体之作就行。啊，心行利外，这个利就是诸心，就是啊真心。个真心为相应，伊也是伫真心以外，用外求
这叫外道咯。啊，你那就明白咯。严格来讲，明心见性，这是真正菩萨了。啊，咱现在用的是妄心，妄心就是心外求法。不过咱今仔日心外求法是求佛法，你心外求佛法。会开悟未？未啊！啊，所求的都是今仔日咧讲的啊，佛学啊，佛法的啊，知识啊，啊，真正的佛法都是戒定慧，这是真正的佛法。啊，咱学戒、修定，这个人伫咧行的都是菩萨道啊，是佛道、成佛之道，这都唔是外道。目的是咩？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啦。方法就是修戒、修定。该会呀，这幸福之道啊，幸福的道路，偏离这个道路，那就是叫做外道。按你讲，你更加听有啊，更加清楚，更加明了。就现在的旅行，车行在高速公路，这是大道。不行，这个高速公路去行别的路，啊，这叫做外道。那时间外道不是这条路，啊，过来是路，加行几多年，啊，过会行会到。佛法是未用的，按怎说是决定你是未到。你都要真正成就，一定都要依照戒定慧啊，不是佛教的，别个宗教用戒定慧是不是当立这个佛道呢？会啊，那只要用这个方法就对了。戒定慧啊，叫做慧学。啊，确确实实，不一定都是佛经啊，不一定都是这个佛的这个教诲啊。啊，原理原则啊，是拢总共款，这个方向，这个目标，到最后成就都是共款的呀、啊，拢会成佛道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大乘教里面有一句话咧讲，叫做无量法门。啊，无量法门敢有包括了基督教呢？敢有包括伊斯兰教呢？包括咯。啊，无一法度外，无法之妙啊！唔通有心天堂啊！有心天堂错误咯，无出六道伫天道内底，还会当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迄嘛是天堂啊！啊，迄、那个天堂通无上道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
困难啦、啊。那是靠摩尼佛困难，十方诸佛拢嘛会困难。弥陀经上，六方佛赞。啊，无量寿经，十方佛赞叹啊。嘛，无一尊佛，我希望众生赶紧成佛，唔免阁等啦。阁是这众生啊，根性不同啊，对自性比较深浅不同。特别是这六道，甲一切众生叫做幻缘无共，在幻缘也干扰你，也无希望你离开六道啊？为什么离开六道，这缘就断了？伊无办法报福啊！啊，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害债，伊到叫做世界去，伊无办法咯。伊来障碍你，伊来找麻烦，就是欠这个恩怨啊，这个债务，是欠这个物件。这物件老实讲，还袂清啊。啊，生生世世，还了个结，永远还未清。啊，事实真相，咱来了解啊，咱来清楚。啊，你是对有亲情，都爱放下，慈悲是未当放下，慈悲是爱啊。爱都爱放下，慈悲都唔通放下。慈悲是对你一生内面流出来爱呀、啊。这个爱来对无争执，这个爱是清净的爱，这个爱是平等的爱，是真爱，永恒不变的爱，叫做。慈悲，这是自性啊！对自性里面流出来爱心，佛教称作慈悲，无用爱你啊！这来对有道理啊！下面呢，由古舍先生来对讲，乖地理，地理是真理，啊，都是诸性性德，虽诸梦境啊，梦境都是阿赖耶。那阿赖耶里面的精进习气、烦恼执着、第六意识分别，这三个拢叫做妄境，不化内觉，也亦无回光啊、幻照啊，无幻文文殊性。所以，个称作是外道啊。古舍论来对佫讲啊，有大众严法门经法，文殊师利文金色录，
啥人是外道？有言有他邪说，随顺忍受，是名外道。啊，可见呢，这个世间外道真多啊。欠什么呢？欠智慧啊，随随他瞎说啦。啊，别人所讲的，你无办法去辨别，伊是真呢，还是妄？无能力去辨别，伊是善，还是恶？你随顺，你接受。这拢嘛是外道，那真理诸法实相难啊！这是啊，大乘佛法，但是善恶果报呢，这个较浅，这领导就知影咯。遐行善。得到福报，作恶有何用啊？这个千钧的树立，过去东方的人拢嘛知影。啊，西方的人接受宗教教育，宗教教育内底是讲因果的，大乘经教内佛上讲。心行不善啊，想要求善果，无有是处啊，无有是处，就是无这道理啊。啊，善因，我定会结善果，恶因。决定的感恶道，作为古早时阵有这个教育，啊，伫中国特别显著。中国古代教化人民。三个硬体设备，啊，第一个是书堂，大家拢嘛有书堂啊。啊，书堂是纪念祖先呢，啊，是宣扬孝道的啊。啊，记起谁这个祖先，你还阁怀念伊眼前的父母，你也敢袂孝顺呢？不可能的。啊，中国人制作推到书作和牺牲啊。古历咱现在五千年哦，这你看个老祖宗，个念念不忘啊！书堂当中，佛师是第一个拜位，佛牺牲啊，新郎五弟
罗马是祖先啊。啊，好，是世主世间一切先发的君啊。啊，爱甲这君维持落好，对细汉都爱教啦。啊，有孝，对孝当中衍生出来是敬啊。也都是讲，都是伫思想上，思思念念，诚敬心就会现前啦。啊，真诚的恭敬啊！啊，对什么人呢？对老师。啊，好的是对父母。敬的是对老师，那然后给发扬光大，对呀、啊，一切众生年龄跟我父母差不多的，以好来对待，年龄啊跟我老师差不多的，用敬。来对待啊，对待长辈，对待老人好敬啊。人人拢会向你好敬，这个社会偌美好诶，偌祥和诶啊！啊，囡仔啊，母亲诶时阵都爱教咯。太高啊！啊，囡仔一出世，父母就甲孝敬，伫个面前表演，做好伊看。啊，好，这个囡仔对出世，目睭闭开就会看。耳孔压起来，伊就会听，会看会听，已经在学习了。啊，你是看三年一千工啊，每工过一条，一切负面的物件，唔通啊，可以看到，唔通可以啊听到。唔通互伊去接触着，是着爱母亲来把关啦、啊。这囡仔若顾好咯，伊所看着、听着呀、接触着，拢是正面的。正面的标准呢，就是这孝悌忠信。礼义廉耻啊，仁爱和平啊，那一看到这个，听到的是这个，接触到是这个，啊，这个十二的香味杯，伊无听讲过，毋捌看到的，道德的教育啊，都是对这个扎根啊。对，细汉伊都学会向你咯，到六七岁去读书咯，老师嘛做好伊看，啊，老师唔是言教身教啊，所以老师问得当父母啊，啊！老师一面做给他看，一面啊讲给他听，为什么安尼去做？啊，慢慢个分析伊的书呢，啊，完全啊做到立马明辨咯。你的信心、原心，一生都未改变。
安尼甲成就诶啊，即、這个甲落去合相应啊。啊，内合就是佛法，外合就是世间法。这一出世间法的大根大本栽落去咯。这人就爱佛法，可以去努力。佛法去个帮助伊，伊啊真可能变作圣人，变作贤人。在佛门内面讲的，真可能的成佛著作啊，也得到三昧，会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的佛法是大成就啊！那得到三昧啦，每当代替代我，一定有大我，迄、那个智慧嘛是世间一般人每当甲伊比的。无听我，伊有大我。啊，听我是见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啊，所以佛法是内合，佛法传来中国。啊，这种教学的理论甲方法。都接受咯，都马接受咯。有时呢，应该得定，因定开会，三家拢嘛咧讲啊。啊，在这两千年当中，真正有成就人太多了。咱伫思考内底看到，咱伫大藏经内底看到，真是不虚啊！绝对不是骗人的啊！相信的人有福咯。咱阁刷落来，看下面，花都种类都少，资金不一，啊，佛上讲的，只有大理经上讲的有三十种，啊，涅槃经定，亲像涅槃经同款的讲法呢。九十五种，啊，《华严经》甲《大智度论》都是啊，九十六种，皆因以大特效啊，用大乘法来贴接修行呀，学人，希望伊。回笑啊，用多啊，所以九十六种内面有一种声闻，大论文，随顺声闻多者，该些是啥？这个为什么要讲呢？两路下面有解释，经文虽说如来正教，但是观法啦，我也有五九十五种话都并列，你称为九十六种，九十六种把阿罗汉坑爹来对。
啊，阿罗汉是佛教的，是佛教的修行啊。那像释迦牟尼佛的办法，用现在话来讲，修行就是修恶，但是真重要。学习一定要对修行有起，那起步呢是世间善法。世间善法那是无咯，没人再能修出世间善法呢？啊，出世间法一定是以世间法来做基础的，这是未当唔知影的。啊，新闻。在这个世间法来对是最顺，也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也把见思烦恼隆重放下。世间足侪足侪这道门，厌世烦恼无放下了，所以伊袂当出六道啊！啊，阿罗汉变较聪明，变较有智慧，啊，放下见思啊！啊，对一切法呢？无分别咯，无执着咯。虽然讲伊那无证着幻化皆空，诸法实相伊都无证着，但是呢，对这个分别执着，伊会当放下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断了就会出六道轮回。经常跟人讲啊，真清楚。虽然出六道轮回，六道里面见思烦恼的习气也低啊，伊啊确实无这烦恼有习气啊。那习气要伫倒位来断呢？伫四性法界、声闻法界内面断习气。习气那是断咯，伊就成定咯。伊毋是声闻啊，伊升到缘觉。啊，缘觉个向上提升啊，就是菩萨了。即个思想，那创清楚、创明白，怎样我家己啊？现在伫个佛教的即个等级来对，但是属有到一个等级，家己都真清楚。啊，那是不断那个提升，未去对路，对路就错咯，向下降就错咯，还向上提升，这叫做精进啊。弥陀念汝汝讲，经文虽然是如来正教，伊是观音法，是成佛之道的第一个阶段。对如中下君臣讲的，上上君领导，
唔免经历一个啊，伊伫向上提升，亲像慧能大师伊都无经过阿罗汉。中国的大乘祖师大德啊，啊所证到的，足侪足侪是无经历阿罗汉的，啊，就是成菩萨道。也即是以金刚山，比如菩萨智慧坚固，一切魔王不能动摇啊！啊，魔王我都会当来干扰伊啊，会当来障碍伊啊。下面的这段。明德行完毕，万万苦逼。经文分作三段，第一段调和主他，这段呢嘛是非常重要。那运动都爱学习，加化经文，提心静地，显卡决定，轮化无言，旧化不管，改了琉璃来化明结。其所言说，临终一福，结法果，见法动，要慧力破痴暗，纯净温和，即定明察，为大德师，调和助他。咱来看注解。讲义如明，头前的一段完全像比如来形容菩萨的金刚智慧，对下面的这段经文呢，净刷彼陀菩萨真实功德，有文读下利安咩？言菩萨诸伽伽他，弘化利生之德，然后一句。调和助他，提升家己，教化众生，咱爱学啊，学了就要认真去做啊，马上就用得到。啊，大生呢？其心静地，菩萨是啊，存什么心？咱是存什么心？咱买当甲菩萨同款的静地，现在就会成菩萨咯。啊，静家不暇。低价不缺，正面经我的心是道场啊！啊，正的真心嘛。
那静就是不暇啦，心内无暇思，无暇念。什么是暇思？什么是暇念？净土中度化了，净土以外，起心动念就是邪，就是恶啊！为什么真心不动啊？慧行大师讲的啊，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！所以起心动念就是。啊，不净咯！啊，分别啊，执着啊，都邪咯！唔是真心吗？真心是什么款呢？见些闻声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个做啊净定。咱做未到啊，啥人做到？发心菩萨，也是报托。四十一位发心大师，因也做到了。慧能啊，大师，伊啊，伊成就的境界，都是发心大师。啊，林大师成就。我做林和尚给伊印证，对伊做证明，伊是真正证到，唔是假证到。啊，但无做师团的衣钵都，啊，我做的团可以咯，伊就变做禅宗啊第六大祖。禅宗啊，甲伊成就一时，空前绝后啊！啊，第一这个一生，团心胸，海外有四十外人。但我做师团落来，一代一团一个，伊啊团了四十外个，林大师以后都嘛无，以前嘛无，空前绝后。啊，团一拨到林大师就为止咯，不过再团一拨团法。啊，团化是可以啊，合格的证书啊，就现在所讲的法文凭啊。不过再用衣钵咯，啊，净土里哇，为什么？净土不是明心见性啊，所以这别墅一个啊，啊，净土是法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
不动无为万世清幻门，不动无无量幻门啊，无量幻门为万世清幻门，拢在等欢乐净菩提啊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证明讲，以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伊啊做够咯。这话讲较简单，做起来真困难啦、啊。不执着。即条放下，得证阿罗汉果；分别放下，得证菩萨。不起心、不动念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就成佛啦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套三辈高品，最上的上一公是高地啊。因地有三个，啊，念佛，啊，见思烦恼念断去咯，往生极乐世界。是方便亦无土，念到明心见性。是十宝庄严土啊，但去往生一片烦恼拢无断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反省同居土，这个爱知影啦。啊，不过是。释迦牟尼佛给人介绍极乐世界，四套拢讲得真清楚、真明白。有四套无？有啊，真有。但是呢，有特殊的情况，甲十方世界诸佛的四套是无同款。那伊迄地咧四套诶，是平等诶啊！哇，即句话讲一生一切生，生到凡生当基础，等于是生到十八套。即个咱会相信啊，无怀疑，四十八愿第二十愿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地菩萨，这就是证明啊，这就是保证啊。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拢总拢是阿惟越地菩萨，阿惟越地菩萨是发心菩萨。哎呀，就是讲极乐世界啊，有四套的名，这个。名是有啊，但是伊是平等的，伊甲自在位于发心大师，智慧、神通、德能是平等的。发心菩萨会当做的代志，因啊拢买当去做的。那发心菩萨是做什么代志呢？这讲啊真清楚。时时刻刻啊，会当讲是无间断呢？
祖祖连连，分无量无边心。讲分心会用哩，讲化心嘛会用哩，用无量无边的应化心，啊，有这大能量，这大神通。一般菩萨做未到，啊，别到三行做未到，啊，别到三行，哎，梵高菩萨才会用呢。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啊，本身啊，伫叫做世界无叮当，分身出去啊，啊，咱伫这个世间，你想我偌艰苦，见一阵佛都看未到，到叫做世界，你啊是随时随处会当去看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。啊，你去供养伊呐，修福啊，听经闻法修慧啊，所以无量法门，无量诸佛，即阵佛教你一个法门，无量诸佛教你啊，无量法门啊，当时圆满，当时成就。啊，所以我伫个分享当中，真侪摆甲大家讲，到叫世界状况，花开见花啦，坐咧莲花去啊，花开见花，一日看到花，就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讲堂啦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。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，啊，就成佛咯。为什么？无成佛，你未离开啊？离开了就成佛，你讲堂不新啊？那不新啊，甲佛的心完全同款，甲阿弥陀佛的心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。分身化身出去咯，听一切诸佛讲经说法，所以啊，无量法门当时咧修，一时圆满成就，所以啊，离开讲堂就毕业咯。啊，去到位呢，回归上一公去咯。甘雅有多一个法门，古婆有这年书信，无得车啊！啊，所以咱啊，时时刻刻，念念都要感谢阿弥陀佛的德。咱本的福气啊，南师老大人慈悲，阿慈提供给咱这样的书信修学的道场生活环境，咱哪有可能在这一生的成就，决定做未到，啊，下年纪老技师，五年做老技师。
大慈大悲，应化伫个中国啊！甲无量寿经重新整理，啊，真正整理出了一部究竟圆满的经本。五种观一本里面所讲到的，拢总收伫第一本内底。啊，读这本等于是五种观一本，拢总有读到咯。一点都未漏去，念落去集注，做了太妙了。我们这的众生心浮其所，那该定会修未成功呢？拄到这个法门，这一生决定得胜啊，决定成佛，这个温度偌大嘞！啊，人拄着一心向往啊！决定伫即个一生往生，拄即件代志以外，一无所求，蔓延放下，啊，万千平定啊！为毛经常讲，地心是道场，道场是如来说法之处啊！如何讲经啊？教学的场所称为道场，地心对起立道场，啊，不是地心。释迦牟尼佛伫倒位讲经教学，你坐伫第一排嘛无路用，为什么你听无啊？听袂入去啊？伫心则听会入去啊？伫心看到经本，伊就入去咯。啊，皆门各地啊，往生轮住。谭鸾法师讲的正地或风，以正地果是念于一切众生心，啊，念于一切众生的心对到未来真心流出来，不是妄心吗？凡夫诸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拢嘛是妄心流出来，唔是真心。所以假不性净啊！一生咧做这个恶业啊，十恶，临命终时念回头。净化其名，改得往生。这个法门真正殊胜啊，真正圆满啊！何诸作同罪人，
拢会得到。啊，问题呢？在自作动业的人，会当灰心未？关键在这地啊！会当啊灰心，啊得有成就。关心来的人，真正有一点智慧的人，唔免啊，等到临终啊，真正听到这个法门，听有啊，就听明白咯，伊就会改邪归正，伊就回头咯，回头就成就啊。啊，《法华经》方便品里面都讲，无住菩萨中，净地下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大众是菩萨众。不是修行根性，不是六道凡夫，佛菩萨的用真心，不用方便，但说无上道，这个无上道就是念佛求生成佛，成佛之道啊。这是一条决定啊，行会通的路，决定有把握成就的路。真原因，以免等烦恼，在业往生啊，不仅咱逐个人拢会成就啊。有花花文句是我花花经文句是地家大师做的啊，都是花花经的注解，是来对解释有五行是巧理非的啊，通篇偏崩啊的灰烬啊，五行、人行、天行、声闻、缘觉菩萨，这弯巧的啊。不是一条直路啊，通教甲别教，行的都是啊偏道、妄道啊，不是正道。今该下比平局啊，但说正的一道啊。啊，发花经上。佛为说一切法无离亦无三，啊，《法华经》祖师因常常咧讲咧，成佛的法华，开慧的灵验，啊，这两部经学习的人上界多。啊，但是呢，这两部经
最后拢回归到净土。因缘法华得到圆满，那无回归净土，那就真困难，真困难啦。啊，华严以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我家己这一生当中学佛，因为是对铁客啊临门的，所以有分别，有执着。啊，对于净土念佛生活，未当接受。啊，参门法师跟我，我无动心嘛。李老师嘛，捌劝我真多遍，我嘛无接受。最后是安怎接受呢？讲《楞严经》，讲《法华经》，讲《华严经》。这才真正明了，华严、法华、楞严，最后真正成就，拢总是归净土的。文殊普贤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成就无上菩提，在楞严会上，我看到25万通，殿后的两个是观音世子啊。啊，以前粗心大意啊，读楞严无看出来，我是和日本一位法师，这个人是台湾大学继续教授，啊，迄个时阵，台北都爱发书，办一个大专佛学讲座，我伫这讲座内底担任主讲，啊，所以呢，学生拢真多。是大专在校的啊，但这个同学传这个日本的法师，就是啊，因的教授来看我，啊，迄个时我都出家，还未受戒，把地念这些诗，我的寺庙多少一年，就是一年啊。这个教授真傲慢，要来教我考啊！问我是学一挂什么经论呢？现在上好是咧学楞严，
问我修的，我修念佛法门。伊就哈哈大笑，笑完了就问我讲：因缘甲净土有啥物关系呢？一般人拢嘛知影，因缘甲邪淫有关系，甲迷路有关系。因缘啊，甲净土有啥物关系？伊就问，我马上就想起来咯。25万通，我讲啊，灵安会上25位菩萨修行正果的，这里对有观世音，有大世子。我讲观音世子跟净土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！伊啊，听了后呢，一句话拢无讲。文殊菩萨敢算圆通，算的是观世音吗？诸行真教体，清净在音文，梵文文殊性，性性无相道。这已了解啊！我讲啊，唔止一个啊！文殊菩萨佫选两个人，有观世音菩萨，也佫大势至菩萨呢。那会知影呢？伊那排列顺序都无同啊！通途排列是按照顺序来排。按照顺序来拜，观世音菩萨拜伫第二，伊啊是以六君呢。观音菩萨是尼君，第一个是眼君，第二个就是尼君，爱拜伫第二。啊，伊对第二位啊拜到一个最后一位，这是大家真正明显的看到的拜。应该是排在第二位，现在排去最后，最后就是第一法门。我讲你搁个看，大势至菩萨嘛，唔是伫个本位啊。啊，大势至菩萨，伊也是现代。地水火风空见色，一拜的顺序是用六根、六尘、六尘、六色七大25个，按照这拜数，下面七大地水火风空见色，你应该拜的第23，来世即菩萨了。但是伊呢，在世界在24，跟弥勒菩萨两个对调了。弥勒是24，结果呢，弥勒排在第23，在世界菩萨排在第24，两个特别法门，不是一个啊，这个伊无看到啊。那是讲无修心呢，你看不出来。观世音菩萨真明显，人人拢看会出来。那大势至只是甲弥勒菩萨换一位尔。弥勒菩萨原本是最后空见色啊，是最后。两个特别法门啊。这两个特别法门，正是咱地球上的啊，居民，这些人拢用得到啊。啊，咱用大势至
持名啊念佛的方法，要用观世音菩萨翻文文殊胜啊，这两个菩萨的方法合起来，妙极了。阿凡文文诸生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六根决定未受外境的干扰。啊，眼见色，看个清清楚楚是非，如如不动啊，是定啊。要用大势至啊念佛的方法。念佛念佛，现前东来必定见佛。方法就是多念六根，精念相继。啊，用观音的法门，未受外面境界的干扰。也安好三昧，阿都成就咯。观音菩萨念念，叫咱都要回头啊！回头是岸呐、啊。啊，法门就是唔通去用外面，唔通受外面干扰，目睭未好色干扰。耳孔未好，音声干扰；鼻啊未好，香干扰；嘴齿未好，味啊滋味啊干扰。如如不动啊！安尼念佛就会当念到一心不乱。哎，啊，这都是灵验大定啊！啊，灵岩大定甲华严的大定拢同款啦。我是统计讲解三部大经，就相信净土啊。啊，我的心目当中最新鲜的啊，都是啊文殊普贤。这两大菩萨，这两大菩萨拢嘛是念佛求生净土。我这动心的啊，啊，我倒转来看这五十三参，心就定了。现在同住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啊。那伊伫文殊菩萨的麾下，证着明心见性，我闻告初住啊，跟慧能大师同款。文殊菩萨叫伊去参访、参学，第一个显地色啊，结上魂比丘。啊，结上魂比丘代表梵高初住菩萨，伊也修心法门，伊修白昼三昧啊。啊，白昼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的，一心啊是求生极乐世界第一个啊。啊，见上魂比丘给伊啊
讲念佛法门，讲二十一种的念佛法门。二十一不是数字，密宗表法，密宗啊，二十一表大圆满，就是一切法。一切法皆是念佛法门，无一法是例外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那第一呢，善友啊，表什么呢？善的为主，你头先加的。我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第五十三位显地色普贤菩萨，更加明显咯、哦。十大愿王都归极乐，我叫弘莲大我，问现在是咧有什么有念佛法门？铁器铁匠是念佛法门，这个中啊，这个五十一咧是代表。无量法门代表八万四千法门，伊参访无一项唔知影，但是也无修。每一个善知识到最后乱得礼数啊，乱得就想感谢你的教诲，我能明白咯。礼数咧礼拜过时啊，就是无修这个法门。哎呀，所修的都是念佛啦。家人对于有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心定落来咯啊，未搁再动摇咯。啊，老师当年咧劝我，无甲这话甲我讲啊，那甲这话甲我讲，我大概提早十几年，对真正有这个法门咯。啊，我算讲是一个听话学生，真正讲清楚、讲明白，那是讲，把这个话啊讲给我听，我就相信。少年人啊，心善啊，文殊普贤啊，文殊普贤是修净土的啊。啊，咱看到《法华经》地下大师的这段，五行是叫灰滴，通别偏崩灰静。啊，现在今改下必偏曲，但说静的一道。按五行之分有多种，只有文句啊所指之五行为人天声闻缘觉及菩萨行啊，通教别教是偏人天定五行为曲，故正地的之一道为是原教之一行。净宗是原教一行啊，哪一行保证你的净道？法华、华严、楞严无保证你一生成就，完全来靠自己的功夫啊。那净土呢，是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这不同啊。净宗是
他力法门，南勇中他力法华，华严可助力。释迦佛对咱的帮助，只是把道理讲明白，方法讲明白，拢靠家己去修正。啊，咱家己真清楚，才有迄个法门去修，这一生未当成就。烦恼啊，未断啊！那自私自利放不下，名闻利养放不下，贪嗔痴慢放不下，七情五欲放不下。要安怎修？那么离未开六道轮回，在六道轮回里面，依照这大经大论来修行，来生会得到人天果报，就算未歹咯。超越六道的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种到一个小小果嘛是不可能，小小果啊，小型的初果呢，大型十信为初信为菩萨了，那会知影讲不可能？三界高地88品。见血啊，咱未断啊！88品见血，佛祖为教下方便起见，佮伊也归纳为五大类，较好讲。五大类第一个心见。咱呐，接到这个心是我，这放不下了。心见啊，未当破啊，边见，边见是对立吧？啊，真妄、假净、是非、善恶，拢嘛是两边对立呗。啊，咱甲人对立，甲事对立，甲物对立，放不下了。啊，第二个边见，第三个见处见，第四个界处见，这两个合起来，中国人咧讲个心见啊，这真歹断哦。心见，咱今日咧讲个主观的观念。我也是安怎看法，我是安怎想法，我也是正确的，你是错误，放不下啦。最后一个，所有一切错误的看法，未当放下。啊，这些物件拢总的看破放下。再当种小小果，小小果虽然讲无出绿道，但是伊是圣人，伊啊人间寿命到了，是去天顶的啊，天顶啊寿命到来到人间来，伊未对什么道，人间啊天上，七祖往返种阿罗汉果，就超越绿道咯。伊在绿道是有定期啊，
刘基涵到第七次，不管是不是会去拄到这个佛法呢，伊拢总超越。有佛出世，伊是声闻阿罗汉；无佛出世，伊是独觉，就是啊，就辟支佛啦。啊，无师地、自然地都现前咯，无师自通啊，这是道生道世修行的潜力、功德所成就的，不是偶然的啊。咱来阁看一篇文，好奇心正得者，表菩萨之心，远离偏教之教，为是一行万法，弘光明净。这是形容一行的。方是方便，是方法；公是公大，平等良正。其者如风之大白牛车呀，也速度紧。这是古代大白牛车，就是咱现在咧讲的马车。古代这车内底速度上紧的是马车。啊，可以啊，比如做大白牛车，先卡决定，我地轮滑，精神意义，故名先卡。咱的普贤十愿定力讲的行顺众生，要安怎去顺呢？要有智慧，要有方法，方法就是显卡了。那先是好啊，这方法太好了，卡是妙啊，非常卡妙的方法，顺着众生，会把众生啊都起来，这叫做显卡。那显卡的方法啊，随顺未当度众生，那都不是显卡了。啊，潮州社总办的这个论坛，七天啊，会把这个心行恶作的人变作善人，这显卡。七天的时间无长啊，会乎这个人断恶啊，修仙啊，改邪归正啊，这个显卡。佛地轮的顶面，清顺啊，清是相应的意思。第二是这个人。伊也应该有什么方法，伊会接受，伊会理解，伊会回头，这真重要啊！方法唔通用错啊，用错就收未到效果。
方法来用个真适当，效果就真多多啊。有文具屈，文具就是画画文具。啊，弦、弦、管、曲卡、名、关形、精美，现是明显。啊，管就是方便。啊，曲呢，就是随顺啦。啊，必须随顺对方，和对方欢喜接受。卡呢是方法，卡妙，观形精美呀。观呢是观察，精卡微细啊。你看个真准，你用的方法真正巧妙，都会可以啊回头，将句明格他，下句咧明主格，啊，观形精美是主格，主格才有能力来格他，才会当行方便。自己啦，无主角，你哪会当帮助别人呢？千灵观机都高啊，行观方便啊。下面就讲咯，明主角有观行显理精美，如是主角乃灵方便觉他。随机应言我屈啊，显卡啊，下边呢引用《黄严经》顶面十种的显卡地呀，成就菩萨诸行。化他的功德，先立精微的智慧，对清净平等觉来生。那所以清净平等觉是咱修行的中心，咱修行的目标。那清净平等觉现前，证明咱的功夫得力。咱那建立境界了，因那里时间够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